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398怎么卖的呀？3982块钱一个，要几个呀？一共有几种口味啊？一共是8种口味，这边可以看一下。啊，我每样要一个。好嘞，刚好可以做一锅哈。好的。这是什么面呢？这个是大米。啊。对，大米磨成浆之后发酵而成的。然后这个是黄豆面，就最经典的口味，这个一般别的地方也能吃到。然后这个是芝麻花生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家做的。好，这个是肉松，然后是红豆，奶酪，这些都是小朋友喜欢点。这个就是奶酪，蓝莓果酱，这个是，这个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榴莲，这是榴莲酱哈，不是真的榴莲哦，这个也是小朋友喜欢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原味，再盖上一层就可以了。榴莲和原味的要撒进去，这样子好区分一点。哦，好的，盖上盖子等5分钟哈。5分钟哈。好了，可以喽。这是开盲盒了。哎，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来，您的398好了。好嘞，谢谢。不客气。